我是 Oscar， 我加入 SVO 已经第四年了。其实当初是经历了一些低潮，然后在迷茫的时候是误打误撞进入 SVO 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并没有抱着太大的抱负，还是想着要来创业。可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看到 SVO 的成长，跟我自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想要自己有自主权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创业可以自己去决定如何去成就一个局面，所以我选择了创业。其实电商真的是五花八门，可是为什么我会选择 SVO 呢？是因为它结合了健康啊、美容啊、保健，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，就是我很想自己到老的时候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，所以我选择 SVO。我觉得 SVO 的优势就是我们一家人有一个目标，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去前进，是一条心的。然后我们是成就对方，哪怕我们是来自不一样的团队啊、不一样的文化都好，只要有难，我们一定站出来，互相的帮助对方。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港邦吧，因为我是来自港邦的，就是大家会互相帮忙。然后只要你有难，他一定会伸出援手，而且我们是一直去想到创新的方式，这也是电商里面一个追求的东西，就是一直要创新。成功的信念是什么呢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走捷径，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捷径给大家，我的捷径就是坚持，真的是要坚持，脚踏实地的保持初心，一步一脚印。这是我在 SVO 看到的东西，每走的一步呢都算数的。你想走捷径，到后来其实你是走了更远的路。